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又买了一张刮刮乐，现在呢，让我们来刮一下，看看能中多少钱。那上边是中奖号码，下边是我自己的号码。如果我的号码和上面的号码有一个是一样的话，那么我就可以中下边的钱。现在我们先刮开中奖号码。二号。哦，21号。17号。14号。10号，哎，怎么都是十几啊？好，还有7号，我们现在先刮，我觉得先刮一下下边的钱吧。哦，这个号码是5000块，这个是250，那这一个是10块，我觉得10块的这个中奖概率很大。如果这个号码和上边的号码是一样的话，那么我就可以中这100万美金。好，这个等会儿我们再刮。这个是20块，这个是10块，50、20、250。哎呀，这个千万别中，我不喜欢这个数字。哎，又一个，这个数字也是一样。如果上边是一样的话，那么我就可以中这个钱，5000块，50块。好，现在我们先刮这个吧。22，好，上边没有22，有个21，我们看这个，23，然后我们刮这个5000的，15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个5000的，8号也没有，250的，不要这个吧，3号，50的，哎，19，哎呀，这个是10号的，好险呀，差一点，好。20的，24，好，我们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刮。11，10块的有没有？25，20的呢？27号也没有。好，我们还剩这两个。我觉得这个10块的这个感觉呢，有点小感觉啊。我们先刮这个10块的啊。16号有没有？现在就剩这个250了。几呀？几呀？六没有六。好，这就全刮完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，好吧，拜拜。